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要来抽最新的阿尔宙斯星星诞生的，花了100块。我们这里分别有四个人，这里来来来来，打开，你先开。噔噔噔噔噔，没东西啦。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最新的，我不知道是啥。美味之水啊，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有。哎呦，哭啊！是不是真的有？今天哦，假的。哎，不一定哦。全图，假的。哦，主人，这霸气！哎，不要折到，不要折到。爸，怎样？这张1500。中大奖！中大奖！中！帅哦！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好，那你帮我算。苹果的。苹果，你帮我开。哇，我们。哦、我你比他好一点。他是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。星星诞生呢？星星诞生。哈哈。我们今日来到了桥头，然后遇到了力阳兄，然后还有一位爸爸，代售。代售了，代售了，出一个代售给我们。慢慢看就好了，手好酸了。260，双手暴龙，他还带着羽翼哦。太好了，哦，中年狼人。我们遇到了代兽跟八大蝶，现在由帕路奇亚的亚空猎斩，1、2、3。我应该是蛮适合去参加这个九级挑战赛的。可惜九级挑战赛一直不给我们去。崇明，看起来伤害还好。我们要不要放力招式呢？放一下，上下啊，65，全力无双激烈拳。来了，我们准备投球了。Q 换你了，我们这一次代兽会不会捕获成功呢？我们的第二场哦出来了，乔雷姆，就这一只啊，就是巴达脸，没关系，我们乔雷姆跑出来喽，胜胜胜，砰，看起来是没有，没有。今日来打的第二场，出了一只双手暴龙弓八大蝶，287耶，很常按到287。哦，球雷姆，年年宝，四星喷火龙，去吧，就是你的，一定要拿最凶的出来。我们用过那一只哎，临近雷射呢。成功了，上下左，驾雷御电续冲浪，这个配音就对了，死了，哎，没死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奈克洛斯马突然冲出来了，哦，年年宝20人，没死没死没死，反击机会。有没有反击机会？没有。哇，我觉得雷丘要死了。八大蝶去啊，八大蝶，双手暴龙，上吧。好像都算给你听，然后你都没有在我的频率上面。准备丢球啦！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，刺激，刺激，刺激！有狠，有交换。三。好、哦。两场龙舟的，看两场。啊，对啊，两场60。如果这个有交换，就是100。对啊，你再出一个就。
就交换就那个有了吗？有的。有没有机会？真的有的，有有啊，就近，lucky lucky。刚才抓住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交换呢？哦耶！哎哎哦哦！继我们刚刚呢下了丘雷姆嘛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加勒福，这边有一台宝可梦高了，那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吧。现在里面都没有人，来吧 ，Let's go！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到底会有什么宝可梦呢？皮卡丘，皮卡丘、艾露、雷朵跟哥达鸭，还有二星尖牙露莎。我们选下的皮卡丘来出了，皮卡丘给我。艾露、雷朵，看来这两只是要给我们了，两只我都。看看第二回会出现什么宝可梦。感受到了强大宝可梦。三星利奥路莎，好了，那我们这两只都不需要，我们前往下一站 ，Let's go。各位观众，我们跑来惠民 Seven 哦，来了，摇一下，摇一下，不要。对战不过，会有什么？哦，大嘴哦，我觉得要选一个，就是你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咦，格达鸭的。格达鸭有没有？利奥路莎。我们要派出宝可梦了，我们派迷你 Q 好不好？然后再派出一只哥达鸭。七十一。哦呦，直接可以捕获了。对啊。啊，如果抓到了，你要吗？要。那送给你。然后你要投下来啊。要不要？啊！哭啊！对啊。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场，他已经连续给两次了，给我们第二场吧。哦，斯巴拉西呢？我们拍到600嘞。600，对啊，700。这是喷射机还是陨石程度？你猜一下。超大。是喷射机程度。会出什么宝可梦呢？哦，月神。隔壁是什么？连美龙。连美龙耶！护怕护，来读取一下前辈。噔噔噔，另外一张要盖大师球啊！我们插这一张月神。秒杀！好，我们会丢到什么球嘞？没有。大师球。来来来来，已经没有了。我感受一下乱推的感觉。没了啦，交给下一位。最后月神就没有继续打下去了，因为外面下着大雨又正逢吃饭时间，所以就草草结束了。那这一部影片呢，要送出一蛋的橘色速销，订阅后留言就可抽奖了。还有画面上的朋友，恭喜你获得了狼人，下面的朋友获得了 PTCG 生日卡牌机、剑盾宝可梦序号，还有我们1月29号的影片会抽出42真龙。还没有留言的赶快进去留言吧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下部影片见喽！新年快乐，拜拜。